Recording. Thank you, Donald. OK，好吧，我们现在开始。首先，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 CNC After Webinars。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使用 CUDU 简化 Kubernetes 有状态服务部署和管理。先来简单介绍我自己，我是 Donald Liu，我是来自 CNCF 的开发者布道者，也是今天 Webinars 的主持人。下面我先让我欢迎今天的讲解。今天讲解是 Harry 格，是 D2iQ 解决方案架构师。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先介绍一些注意的一些事情啊，就是在 Webinar 的那个途中呢，参与者是无法就是交谈的。另外，我们在那个Zoom 的 Call 下面其实有一个 Q&A 这个框架，大家要是有问题，可以把题目就是写到里面。这样子在Webinar 的那个后面的时间呢，我们会有一个答问的那个环节，那个时间的Harry 会把问题尽量来回答还有讲解的。另外的就是今天的 Webinar 完成之后的，我们会提供视频还有材料，视频和材料会在CNCF 的 website，另外我们也会在 CNCF 的微信里面来提供这里的信息还有资料的。好，现在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讲解 Harry 来开始今天的那个演讲。Harry，时间交给你了。哦，好的。大家能看到这个屏幕吗？首先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的这个 webinar，然后因为今天工作日嘛，大家也很忙。然后我的话，今天的话会介绍一下 CUDU。CUDU 的话，它是我们开源的一个针对 operator 的一，能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开发运维 operator 的一个框架，然后现在的话也已经是 CNCF 孵化的，在孵化中的一个项目。然后operator 的话，大家知道的话，它应该是帮助用户去更好的运维管理有状态应用的一套工具吧。然后最早的话是 CoreOS 提出来的，它的话会把一些运维管理的工作去，哎，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看到啊，我看到。哦，好的好的，然后它。哎，我看到有个人，好，然后他的话，他会把一些运维管理的逻辑通过代码的方式自动化下来，然后把这些逻辑写到 operator 里面。然后我们知道的话，operator 的话，它本身的话，开发的话会要求开发者对，K8 开发者对。所要运维管理的有状态应用本身都要有比较深的了解，然后它的话，如果我们要写一个 operate 的话，可能会写大概上千行，至少要上千行的Golang 的代码，然后不同的 operator 之间其实现在也有比较多的一个重复性，比如我们写一个我们写 MySQL 或者写 Mongo 的一个 operator，它都会有很多这种。像是 list watch K8 的 API server，然后像是去监听它的各种 event 的部分，然后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是不同的 operator 之间都是比较类似的。然后如果直接我们写一个原生的一个 operator 的话，也没有一些工具去更好的把它和 CNCF 的生态结合起来。然后开发完之后的话，维护的成本的话也是比较高的。然后对于 operator 的用户而言的话，我们知道在 K8 里面管理一个有状态的应用，其实是比较还是比较比较一个有挑战性的一个事情，因为的话有状态应用的话，它不光只是不是像无状态应用一样，它比如说节点挂了就可以去节点挂了就可以去自动的在一个新的节点上去拉起来，然后它的话会有一些卷。PVPVC，然后在有状态应用的话，它比如某一个
比如我们想做一些扩缩容，想做一些升级，都是比较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操作。所以像这 Hightower 他也说了，对于很多人而言的话，在 K8 里面去做一个有状态的应用的一个管理的话，都是成本比较高的一个事情。然后如果我们在 K8 集群里面部署多套 operator， 它的话也会造成像是会造成 API server 和 SCD 的压力，因为我每一个 operator 都会有自己的 controller， 然后这些 controller 的话都会去监听 K8 的一些消息，都会去监听它的一些变化，从而对 API server 和 SCD 造成压力。所以的话我们就提出了一个 CUDA， 它的话是一个专门针对复杂的有状态应用的 operator 管的一个开发管理的一个工具。然后它既能增加生产，对开发者而言能增加开发者的生产效率，然后对于运维管理 operator 的人而言呢，也能提高运维管理的效率，降低一个成本。然后为什么要使用 CUDA？ 我们知道的话，前面说了，本身的话去开发构建一个 operator 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然后维护的话也需要就是运维管理人员去不断的根据 K8 最新社区的一些演进，他们也要去不断的去跟进，比如像是我们知道 K8 它本身的 API 之类的也会是不断的更新的，像是 V1α 会升级到比如 V2β 这种。然后我们 CUDA 的目标，咱们 CUDA 的目标就是尽量去简化，同时会简化开发还有运维的一个成本。CUDA 的话，它提供了一个抽象的一个生命周期管理的流程，我们叫做一个 plan。然后，它也提供了一些能够复用的模板，然后提供了一个统一管理的一个控制器。这样的话，用户就不用针对不同的 operator 去写不同的，这用户就不用针对不同的有状态应用去写不同的 operator， 而是可以复用 CUDA 的一个 controller。然后从而的话，它用统一的模板的话，也能简化用户管理不同有状态应用的一个管理成本。然后它也提供了像是 test driven design 的一些测试的工具，然后能帮用户更好的去做一个 day two 的 operation。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CUDA 它本身的安装的话是可以通过插件化的安装形式，直接在 kubectl 上通过一个kubectl crew install 的方式，然后用户就可以通过 kubectl CUDA 这个简单的命令去做一些部署调试管理operator 的工作。然后对于集群里面不同的 operator 而言的话，我们提供了提供了一整套就是可以复用的 API， 然后和工作流，然后降低这个管理的一个成本。然后所有的这些有状态的 workload 都是以 CRD 的形式定义。然后对于现在市面上就已经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operator 了嘛，然后这些不同的 operator 的话也可以通过 CUDA 管理起来，只要使用者了解怎么去部署 CRD， 怎么去部署 Customer Resource Definition， 然后了解那些已经有的 operator 的一些机制，就可以把它集成进来到 CUDA 里面。然后我们也在考虑，就是之后的话会推进像是 CUDA 的一个像是会推进 operator 的一个指标，就监控告警还有安全的策略组，像是 RBAC 的这些功能。
然后这里是一个ES 也就是 Elastic Search 的一个 CUDA 的 YAML，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定义了一个 plan 的话就是说我定义的一个operator 的一个计划嘛，然后这个 plan 的话它可以是最基本的就是 deploy 就是部署，就我就希望怎么去部署一整套的一个有状态应用，然后我可以在 strategy 里面定义它是串行的，因为我们知道 Elastic 的话 Elasticsearch 的话它会有几种不同的节点类型嘛，比如是有 master 节点，然后会有 data 节点， data 节点就用来存储数据， master 节点的话用来选举然后管理一整个 ES 的集群，然后还会有 coordinator 节点，这些的话是给client 用的，然后我们部署的时候如果定义成 Siri 的话它就会去串行的部署接下来的这几种，它就会先部署 master 然后再部署 data node 然后再部署 coordinate node， 然后具体在每一个部署环节我们又可以重新定义一个 strategy， 比如我们部署 ES 的 master 节点的时候就会可以希望它是并行的部署三个 master， 然后包括部署 data 节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定义，然后data 节点我们可以就默认的话它会是串行的 server， 然后对于每一个 plan 而言它又可以细分为 phase， 就是它某个阶段，然后在下面是一个 step 就像刚才说的deploy master deploy data 其实就是一个步骤就叫做 step， 然后具体再往下的话还有更细分的任务叫做 task 的话它的话就会去这里因为屏幕有限，它 task 其实它会定义一下就是比如去部署一个 data 节点，那我们肯定就会需要一些先部署 config map 然后PV PVC 等等，然后再去部署实际的 stateful set。然后以卡夫卡为例的话，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就 CUDA 的一个生命周期的一个编排。我们知道卡夫卡的话，它其实的话会是由若干个 broker 组成的，然后 broker 的话又会去依赖一个zookeeper。然后我们在一个 YAML 里的话可以去定义卡夫卡的这个集群它是怎么组成的，然后而且我们 CUDA 的话它因为提供插件化的一个组成形式，就我们安装了卡夫卡的一个 operator 之后，我们的 CUDA 它自身的一个命令行里也可以提供一个卡夫卡的插件，所以的话就可以去实现像是卡夫卡 topic 的一个增删查的一个功能，像是这里我们能看到，比如我们安装完，等下我可以 demo 让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安装完一个卡夫卡的插件之后，安装完一个卡夫卡的 operator 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命令行去实现一些 topic 的操作，然后像是 topic add。就可以去做一个这个 topic 的增加的工作，然后说我们的话不光会把operator 这一整套通过 CRD 的定义，像是有状态应用自身的一些topology， 比如像是卡夫卡的 topic 或者像 MySQL 的表，也可以通过 CRD 的形式定义，这样的话就能简化就是用户的一些操作，用户就不再需要说一定要通过像是 kubectl exec 进入到容器里面，然后再去做一些像是连接 MySQL 或者是连接卡夫卡，然后查询 topic 的一些工作。CUDA 本身的架构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就我们前面说的 CUDA 它自己的话可以通过kubectl 插件的形式直接安装，然后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 CUDA 的二进制工具，然后我们执行 CUDA
init 这种操作之后，它就会在 K8 集群里面做一个初始化的工作，去生成 CUDA 的一个控制器，然后也会生成CUDA 所需要的 CRD。然后它的 CRD 的话，大致上的能分为四种嘛，我们等下会介绍一下，像是 operator 定义了一整个 operator 的一个结构，然后 operator 的话又能有不同的版本，像是这里的话能看到有 Kafka 0.1、Kafka 0.2， 然后具体的这个 instance 才是下面实际部署有状态应用的一个实例的一个模板。我们的在 instance 里面的话会去可以自己定义一些参数，像是需要有多少个 broker， 需要多大的 CPU memory 等等的一些参数，然后会根据咱们 instance 的这个 YAML 去生成实际的一个有状态应用的一个 state of set 等等。然后对于开发者而言的话，其实我们现在GitHub 上也有一个专门放 operator 的一个repo 嘛，就叫做 operators。然后开发者现在已经有了像 MySQL、Kafka、Zookeeper、Cassandra 等等。开发者的话可以就参照已经有的这些的模板，然后去写自己的定义自己的一些 YAML， 像是 operator.yaml、parameters YAML 和模板，这个 template 下面可能有这种config map 是什么样的，然后 state of set 是什么样的等等。然后我们目前的社区的话是通过Kubernetes enhancement proposal 的一个模式去管理的，然后我们会尽量的去就是简化，就是开发者去参与这个项目的难度。然后目前的话有大概三 GitHub 上有300多个星星，然后还在增加嘛，然后有57个 contributor， 然后有6名是全职工作的。然后大家知道其实已经有一些 operator 相关的就是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发管理 operator 的一些，像是包括 SDK、包括 framework 等等。然后我们会比较一下 CUDA 和这些已有的 SDK 或者框架比它有什么样的优缺点。我们知道就是 operator 的话有一个叫做 operator SDK， 或者它的话可以帮助用户去更好的，也能帮助用户更好的去开发一整套 operator。然后咱们 CUDA 和它相比的区别就在于的话， Operator SDK 其实是提供了一套 SDK， 本质上的话还是希望用户去用 Golang 写一套 Operator， 而我们 CUDA 的目标就是通过尽量减少用户写这个代码的工作量，就能 YAML 解决的就尽量用户就直接去定义 YAML 就能生成一个 Operator， 而不是说需要用户一定的通过写代码的形式去实现一个 operator。 然后还有一个 meta controller， meta controller 的话和 operator 的话比较相似， meta controller 的话它的话其实更关注在怎么去实现一个 controller 的方面，而我们 CUDA 的话侧重点的话是去帮助用户更好的去开发维护一个 operator。 然后CUDA 的话我们支持的话像支持这种可以把依赖还有 operator 的一些依赖的解决方案整体打包在一起，而 meta controller 的话会强制规定用户必须要把那些 operator 的那些依赖全都生成在一个 table 里面。然后我们 CUDA 的话可以去定义有状态应用的一个生命周期，像前面说的那个 plan 的话不光是有 deploy， 还有这种可以定义 backup 啊 restore 啊等等的一些 plan。
然后还现在 K8 最就是事实上的一个编排标准的话是一个 HEM， 然后和 HEM 相比的话，HEM 它其实更关注在如何实现 deploy 这个步骤，但是我们 CUDA 的话，对于 operator 而言，deploy 部署只是一部分，我们的话还会对于有状态应用而言，不光只是把它部署起来的一个操作，我们还会有这种像是如何对有状态应用进行升级、进行这种扩缩容、进行备份和恢复等等。然后有状态应用的话，它的这些操作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有的时候，比如我们想升级一下 MySQL，可能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升级操作，而是需要先把它 backup 了，然后上传到比如 S3 的存储，然后再去做一个每个节点的版本升级。这一部分的话，这种操作的话，HEM 的话本身就实现不了，因为它的话只是关注在如何去 deploy。对于社区而言的话，现在 CUDA 自身已经提供了一些，就是可以作为模板参考的 operator，这里面包括 Zookeeper、Kafka、MySQL、Elastic，然后我们也会有更多就是更多的一些有状态应用组件的一个 operator 的集成和开发。CUDA 本身呢，它是依赖于两个已经开源的一个工具吧，包括 Kube Builder 还有 Controller Runtime。对于用户而言的话，可以去通过拓展 Helm Chart 的形式，把这个所需要的这些应用集成到 CUDA 里面。然后 CUDA 的话，它不光是解决一个应用的一个整体定义的问题，我们还会关注它的一个生命周期管理，还有它的一个day two 的一个运维管理。CUDA 的话，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这是 CUDA 的一个 roadmap。现在的话，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就演示一下，就如何使用 CUDA 去生成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去生成一个像是 Zookeeper 和 Kafka 的一个 operator。我可能需要切换一下屏幕。大家能看到我的这个 terminal 吗？可以。OK。然后现在，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不做那个最开始的初始化的操作。大家能看到，就是在 CUDA system 下面就已经有一个 CUDA controller manager 在运行了。然后这个的话，其实是通过 CUDA init，我们就会做一个初始化的操作。然后它的话会在集群里面去生成包括这个 CUDA 的控制器，还有一些基本需要的 CRD 等的一个初始化的工作。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我们大概定义了三个 CRD。它的话就是前面说的 operator version，还有 instance。然后现在集群里面是还没有一些有状态应用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可以通过安装的形式，CUDA install 的形式，
比如我们可以先安装一下 Zookeeper。然后现在 Zookeeper 已经部署起来了。前面说过的 instance 的话，就是我们operator 的一个具体的实例。这里的话，它是一个 zookeeper 的 instance。这里大家能看到，它指定了我们生成一个 0.2 版本的 zookeeper， 然后没有定义 parameter， 所以用的就是默认的那些参数去生成这个 zookeeper。然后我们能看到plan 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整个 operator 去生成的时候的一个计划。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deploy 的话在 in progress 的过程，说明它这个还没有完成嘛，因为它这个几个实例都还没有 ready。 我们再去看一下，它现在已经 running 起来了，三个节点已经 running 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deploy 这步已经是 complete 的状态。然后它还 zookeeper 启动之后还会有一些像是validation 这种初始化的操作，所以能看到这步 face 这步它还是在一个运行中的一个状态。好了，它现在应该Zookeeper 的这个部署已经全部完成了，然后我们可以再试一下，部署一个卡夫卡。现在的话就不光有 Zookeeper 的 instance， 还有一个卡夫卡的 instance。 卡夫卡的话，它会去启动的时候 broker 会去尝试连接其他 broker 吧，所以现在还只有一个，现在还只有一个 broker， 所以他可能要重启一下，因为他连接不到别的几个 broker。 大家能看到就是他现在部署这一步就还在运行当中， in progress。这个就因为刚才在我们这个 presentation 之前已经部署过一遍 Zookeeper Kafka，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PVPVC 它是有存储的嘛，然后
之前存储过一些数据，然后导致这个新的这个集群的话，它可能又生成了一个新的 ID， 就和原来存储的数据不一致。然后，就大家能看到 PVPC 对于有状态应用而言的话，存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嘛。我们试着把之前有的这些 PV 删除一下，然后再试一遍。如果不行，我们可能直接就跳过这个 demo 了。这可能要点时间，然后现在大家有没有一些问题？有没有关于包括 CUDA 啊，包括 Operator 啊，都可以。谢谢Harry 的那个演讲，还有现在还在进行的那个 demo， 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同一时间也会就是进到那个大问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在那个屏幕里的底部的那个回答框架里面来提交。那么这边Harry 他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以下来回答的。有同学提问，就是 CUDA 开发一个新的 operator 流程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可以，可以看到。就其实CUDA 的开发的话，主要还是围绕 YAML 来进行的。然后，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尽量把这些所有 operator 的一个运维开发的一个工作都通过 YAML 去解决。然后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以卡夫卡为例嘛，它的话，就会需要用户去定义几个若干个 YAML 嘛，而它的一个 operator 的一个项目的结构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有包括operator， 然后里面会定义这个 operator 要运行哪些 task， 像前面说的，然后它有什么样的plan， 就它的那个部署一步的
那些步骤是怎么样的，然后定义好了之后，然后它要依赖于哪些资源，资源的话就包括stable set， 然后包括service account 这些等等，然后会定义在这个模板里面，其实跟有一点类似于 helm 的那种。然后这些 YAML 里面的话，大部分的话是已经写好的一些操作嘛，像是Kafka 的话，它会有，它这里面都包括了一个初始化的一个脚本，然后它 stable set 结构大概是这样子的。然后这有一些花括号括起来的内容的话，会在之后生成实际的一个 operator 实例的时候会被替换成所需要的参数。就大家能看到，然后这个也能定义一些比较简单的逻辑，像是 if 啊 and 这种，就它就用来在比如我定义了一个这种持久化的卷的时候会用一个 volume mount， 没有定义的话就会跳过嘛，类似于这样。所以主要的话开发流程还是围绕一个 YAML 来进行的。我们看一下刚才这个，然后感谢 Winston 的一个提问。那 Harry， 我们 Q&A 里面有另外一条，就是来自周先生的一个问题啊，你可以看看。哦，好的。还是我这边我去把那个问题就是讲出来比较方便你能讲一下，我打不开 Q&A。对对对，了解了解 ，OK。提到的问题就是能不能就是把 Kudu 跟那个 Kube Builders 提供一个比较尝试一点的那个比较，就是还另外的就是 Kudu 是怎么样跟就怎么在那个 Kube Builders 以上来构建的。哦。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等一下，我看一下，分享一下屏幕。就 Kube Builder 它的话应该是还是我们通过一个代码的形式吧，它的话是提供了一套，提供了一套就是代码的包嘛，然后我们引用它的 package 的方式去，也能直接实现一个operator 的形式嘛。然后，但是对于我们 Kudu 而言的话，它就是想尽量简化用户写代码的一个工作，就用户可能不需要你说他是 Golang 的 expert。然后只是会写 YAML 的话，它也能实现一些简单的 operator。然后，如果用户有一些复杂的一些特别复杂的逻辑的话，它其实的话，我们的话，也能通过就是结合代码的方式去生成一个 operator。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这位用户的问题啊？OK， 然后现在就是刚才卡夫卡的那个，卡夫卡的实例也已经跑起来了。然后其实还有一些像是备份啊、恢复啊这些操作，然后时间有限，我们可能就不在这里做了。
Steven 说就是能把 CUDA 看成一个类似于 Helm 形式的 Operator Builder， 其实这个是的确是像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本身 CUDA 的话会大量使用模板和这种 YAML。然后包括一些运维的操作，像是扩缩软备份恢复这些也是通过 YAML， 也是会尽量通过 YAML 的形式，就和 Helm 比较相似的一点。然后我们 CUDA 的话有在 K8 的 Slack 下面的话，它也有一个 channel， 然后欢迎大家就加入到这个 Slack 里面。然后这是我们 GitHub 上的地址，两个地址，一个是 CUDA 本身的项目，然后还有一个Operator 的一个项目的地址。的确是这样，能把 Helm 里面的 chart 转换成一个 CUDA 的 Operator。提供 tool 是哦，转换的工具是吧？这个可能我要跟社区去问一下，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哎，大家要是有问题啊，可以在 Q&A 里面来做提问。另外的，要是有一些比较互动、动态一些的那个反馈，也可以在 chat 里面来给那个反馈的啊。所以有问题可以热烈的在 Q&A 里面来提出来。Sponsor 就是我们公司 D2IQ。好，要是没有别的问题，那么谢谢Harry。另外的今天的那个 webinar 的录像还有材料会在晚一些的时间会上线。另外也期待下一次中国时区的那个 CNCF webinars， 也希望大家今天参加今天的 webinar 的可以获得大家希望的那个信息还有内容。谢谢大家的参与。Hey Kim。We are ready to stop the recording. Thanks.